Hello，大家好，小张又来赶海了。今天我回老家了，来到这片新的海域，我们来找一找，看能有什么好东西吧。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还有太阳。哎呀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么大石块下面没有的。哇，不错啊，一看就是个猫眼螺，出来吧。哟，看到了吗？猫眼螺有肉的，吃水了。嘿嘿，可以，个头不错的。这水流在里面找一找，说不定鼓包里面下面就有货呀。仔细的看一看。哎，看到前面一个小爪，下面应该是有螃蟹的哦。这样，看一下，哎。一个硬壳，活的，死的吗？哦，螃蟹，卧在里面的，是活的。你看，一只梭子蟹，可以啊，个头不错的啊。放桶里，看看这些鼓包里是有货的，里面有砖沙啊。前面一个鼓包，哇，猫眼螺耶！看这里弄的是什么，跟小耳朵似的。出来吧，哦，一个猫眼螺。好肥呀、啊，要缩水了。我帮你吧，哇，好过瘾啊，小喷泉似的，哈哈，又一只猫眼螺。这里发现个鼓包，哇塞，猫眼螺了啊！他们这些都还没钻进去啊，还在往里钻哎。哇，大肉，又缩水了。哇，哇，猫眼螺不少呀。哎，空空如也，啥也没有。这些小蛤蜊吗？这些小蛤蜊不少，但是有点小。这边的蛤蜊挺多的。蛤蜊的。这么冷。哦，这个地方蛤蜊的。啊，这里有蛤蜊啊。哎呀，八嘎了。哦，八嘎了的，还不少呀。没有，这不是吗？也八只啊，这。哦，这不算多。不小。不大，有点偏小哈。太冷了，走吧。长个还能？什么？长个还能？看这些小沙包里面都是蛤蜊哦，是有那种有这种道的，都是有货的，但太小了。什么？是个壳吗？嗯。哎呀，哇，吸食蛇有肉的，哇，这东西可名贵了。吸食蛇，这个味道就是鲜美的，跟吸食的舌头一样哦，非常的鲜美。这样的饭店里面啊，这样一个得卖15块钱，非常嫩这个肉。哇，这壳也特别漂亮，捡到活的了。哇，今天不错啊，有新的发现哦。捡到西施蛇了，那个味道太好吃了，找一找。哇，这里好大的一个猫眼螺！哇，看这个肉吧，多肥呀、啊！哇，它在往那钻沙，还没钻进去，又要缩水了，又要缩水了！我不用动它都缩水了。哇，哦，沙别裹进去，一裹进去又硌牙。哇，今天太不错了。石块下面不会藏螃蟹吗？这些没有啊！哇，这边一个沙包里面有东西，螃蟹。哇，这是个什么螃蟹啊？怎么两只手颜色还不一样？哇，好大！这是个什么品种啊？颜色怎么发白啊？喂，快看看！快看看！哦哟，这大螃蟹，你看颜色还不一样，这里还发粉红色的哦！我的妈，还是个活的！哎，这螃蟹不知道味儿好不好，不知道它这个壳怎么是这个颜色哦。带回家尝尝吧，它很大，特别肥哦。放着，
今天收获还是不错的，回家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享。我找一找，天色已经要晚了。哎，这是一个鼓包吧？这直接是个沙包，下面有货。哎，哇，也是个吸食蛇。哇，这个也不小，今天两个吸食蛇了。看，今天这一桶虽然不是说那么多，但是还是比较可以的，值钱的东西。哇、哦，太不错了！前面有个珊瑚，这种的跟银耳似的，这种珊瑚特别碎哦，不过样子还挺好看的，洗一下，放鱼缸里什么可以。但是我不要了，我家的珊瑚更漂亮，不要了。这里一块下到水草，好多水草呀。水草的地方可能就有海星啊，找一找吧。海星有的时候会被这些东西缠住啊，但是没被浪带下去。找一找。哎，前面有只小海星，哎，真有。这个好小呀，小海星，你看，扒在这上，好漂亮啊，带着了。捡到一只小海星。天还是有点冷，哇，前面有个大海星，哎，哇，这个就很大了，你看这一个，哦，它那个触角又大又长，都是会动的，活的，哎，这大海星回家有肉吃了，这样大的我就不晒出来了，因为它的肉特别多，晒出来就太可惜了，你看这个就好小，哇，这个大的咱们带着了，哇，这个拿上街上卖也应该得卖好几十块钱一只哦，这样大的，又漂亮又肥的，啊，放桶里吧，带着，看看，再找一找，因为我下面也是小沙包，下面都有东西，有什么小螺什么的，鼓包大的一般下面就是大货。哎，那边是不是一只螃蟹？梭子蟹一只哦。看，哎呦，啊，看这只，是只母的哎，哇、哦，不错，有黄的，看到了吗？可能要产籽啊，不大动了，放桶里吧。啊，穿这个鞋子脚都冻得有点疼。哎，哇、哦，前面有只大海星，哇、哦，这一只也不小的，哎呀，看一下。哇塞，看那个肉啊，跟那个柚子肉似的，有没有觉得很像啊？你看这个味道可好吃了，哦，一直在动哦，好多人都以为海星不能吃，其实它的胃可好吃了。哎呀，可以啊，第二只大海星了，前面又一只大海星在这里，可能这些啊上面特别刺挠，就被这些水草啊海草拉住了，有的时候啊它就没下去，缠住了，你看，我的妈呀，个个鲜活哎，哇、哦，这个一个倒挺重的，分量不轻的、哦、带着带着看还有没有了，这么冷的天出来赶海为了吃也是拼了啊，哇、哦、又来大海星了，真是，哇，这只也好大，天哪，发财了吗？大海星好多呀，绳子带着带上去，这天脚都冻麻了哟，哇，前面有海星，哎，这是两只缠在一块儿啊，这个海星断了脚它自己会再长出来的，生命力是特别强的呀，这个肉下面是一只大的，哟，哇塞，过瘾啊，发财的节奏，一下来两，啊，都带着吧。这单拿着一个，不知道这个东西多大。这个就是正常大小的海星啊、哦，稍微小一点吧。你看一比起来，也就是它这个胸这么大。看这个海星得多大，可肥可美了。这是个什么壳？嘿嘿，好薄呀，这个壳，那种小螺壳。这里有个洞，坏了，不要了。
不完整。前面一个好大的垃圾袋啊，垃圾袋捡起来，哎，带回去吧。哎，前面好像是一只海星哦，在沙里面。这一只也不小的样子，哇，真的，大海星不少不少的，每一只都挺大的啊、哦，都很大哎，哇，发财了今天，太开心了。我看看今天的收获吧，大海星啊，真的是很大的大海星，哇，这个触角特别过瘾哦，鲜活的，都在动啊。好大，都好大。这海星奇了怪了，怎么都是四只爪的，都是断脚的哎。看，带着吧，回家可以煮出来泡酒，这样的都是可以的。小红不要？不要了。你看，这里一个大海星跟海红在一块儿。好好，这个大的带着，海红是不少呀。其实这个个头吧有点偏小，它可以长得再大一点，真的不少，这里不要了，让它们再长一长吧。哇，这真的是一片一片的海红啊，没人要吗？哇，过来看，这边有新发现，这边是一个海星吗？这边好像哦，还是一个袋子吗？不是个壳。哎，这是个活的，哇，这袋子是个活的耶，有肉。哎，还有只海星，嘿嘿，两个在一块的，可以啊，一箭双雕。水好凉啊！这个看下面，哇塞，我居然搬不动哎，陷进去的，是搬不动。这里面没有啊，不会藏一只螃蟹什么的吗？没有，我看那个石块底下好像是一只章鱼，只有章鱼脚哎，在这底下，我把它慢慢的翻起来。哎呦，哇，是吧？你看它吸附在这上面，哇，好大这一只，哇塞，哦，八爪鱼，做不做发财了？这只真的腿好长哦，哦，可以，过瘾哦，回家有章鱼吃了。从繁殖的季节，这是一个大海螺壳，这是一个海螺壳耶。哎呀天哪，这一片海红挺便宜的，都没人要。又一只小海星，这个颜色有点泛白，怎么？它可能就是这个颜色哦，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带着。有个袋子哎，哦，是个壳，你要看以为是个袋子，这是个鼓包吗？这个没有什么东西。十块钱，看一看，我是搬十块小能手，咱还不能怕冷啊。石块能搬动吗？没有货。这大石块，哎，我的妈！哎，有货！哇，好大的一只八爪鱼，看，哇，快出来！我的妈呀！我还以为这大石块下面又搬不动了，我想算了吧。没想到下面有只这么大的货哎！啊，这是大八爪鱼，可以可以，啊，好大好大，下面没别的了吧？八爪鱼收着，放下去。
这里面都是有肉的。我们这边人海虹比较便宜，不大要吃。前面好多呀。哇，这不都是海虹吗？这不都是吗？一坨一坨的。哎，我看那石头，这旁边有个什么？哦，这是个大袋子呀。哦，大袋子可能卡在这石缝里面了。可以啊，个头还不小的，挺大的，你看。可以啊，袋子带回家炒着吃可以。哎呀，这个石块是固定的，搬不动。哎呦，这一个大的看有没有货。嘿，哎呀妈，就搁那吃，搁那石头不小。哎，再找一找。哦哦，八爪鱼爬出来了。哇塞，又一只大的八爪鱼，哇，又肥又大，这些你看，哇，回家有章鱼腿吃了，好过瘾啊！你家贝壳还不少，这里怎么还有一管牙膏啊？谁在这刷牙吗？还没有用完那个牙膏，真浪费。贝卡罗壳，大贝壳。我搞了壳，这个壳，它是拔棒的，也是个壳。看这里有货啊，还不少。哇，这边是一只章鱼吧？在这里，哎，在这个洞底下，我把它弄出来。哇，这只个头不大哦，但是这种腿特别好吃，直接爆头就行了，一口一个啊，上货。这边水流找一找，这边一只章鱼。在这边，哎呦，又一只章鱼，小八爪这种特别好吃。你看，生气了，站起来了。哎，你看它这种皮肤，一碰就变色。带着了。啊，这个石壁上好多的海虹，长的海虹可能好多都被人铲走了。那种海虹。哎，我发现前面有个东西，这是个袋子吧？在这里，我去，这么大的一个，哇、哦！袋子活的，哎，有肉的，可以啊，净重不小的。看到这个水流就找找，一般都会有一些收获的。握住它，这种鱼身上特别的滑溜，那胶原蛋白特别丰富的，你看那个粘液。这边过来一边一条鱼，哎呦，你看隐在这个沙子当中，有点不明显了。沙光鱼，妈呀，哎，从这边的，哎，我的妈呀，哦，好滑溜，这只沙光鱼，不小呀，我还以为它是死的，还会动嘞。今天惊喜不断啊，我们再往前面找一找。水泥底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？水越来越深了。哦妈呀，这边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黑色的，这个靴子能过去吗？这边绕过去，这边水有点深。哇，看到它的肉了，很肥美的样子。哦呦，哦，一只袋子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活的，哇，前面还有一个袋子，在这前面，哎呦，这里看还有袋子呢，不少的，哎呦，哇，看还有肉，这都要露出来了，哇，可以啊，放桶里，前面再找找还有没有了，下面还有一个垃圾袋，我的妈，这袋子不小，哇、哦，一个面粉的袋子，带出去吧。有没有了？这里好像也是一个，这里，嗯，水好急啊！哎呦，这个袋子小一点啊、哦，小袋子肉特别嫩啊、哦，好吃的，放桶里。前面还有一个，也是一个哦，哇，今天袋子收获不少，哇，
拔出来，看，哈哈，好几个袋子，放桶里吧。看到前面好像是一条鱼哦，它不动了。哎，还有一只八爪鱼在一块的，在干嘛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八爪鱼一直在吸水，我看一下，它们吸在一块干嘛的？哎呀，这条鱼，嗯，哎呀，天哪，这鱼还活的。这八爪鱼想过来，可能是要吃它的肉吧？这吸盘吸在它身上，我看看，你看，啊，八爪鱼在吸它的肉啊，嗯，肚皮都吸破了。天哪，这八爪鱼也太猛了。这些吸盘啊，吸附力特别强，他们就指着这个吸盘吃饭，吃东西。哎呀，吸在这个沙光鱼身上。嗯，天哪，这个八爪鱼没问题，八爪鱼可以带走。啊！啊，太过分了！我的白衣服，我刚穿的新衣服，给我吐的一身污，手套上也是，气死我了。我一定要带你回家下锅。你这个也太准了吧！你土的你，我真的很生气。回家，第一个就吃你，哼！新衣服脏了，刚买的羽绒服。啊，这只鱼还动啊！你看还活的，要不这只鱼一起带回家吧？它可能是，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受伤了，带回家看看吧。下锅疗伤。哎呦我的天啊，我实在是不放桶里吧，太残忍了。沙光鱼十块钱，帮你们看看找一找。哎呦，这些小螺哟，进去吧。塑料袋，嘿，小鱼哦。什么小鱼啊，太小了，游走了，算了吧，在这里算了吧，太小了，也抓不住它。没有了，这水红了。这边有，哇，这边有只腿，下面肯定是有货，你看是不是。哇，八爪鱼，天哪，这只好大啊，这大八爪鱼，哇塞，大长烧。哎，吸着好多小螺啊，这个腿上，天啊，好大的一只，不错不错，来货了。看看十块钱还有没有别的，水还是很凉的，凉飕飕的。我的妈，前面有一只，快快快快，一只大章鱼啊，还真的不小呀。起来吧。哇哦，看这大章鱼，我的妈呀，大不大。哇，好过瘾啊，这一只，这个脚看着就想吃它。哇，上货了啊，大货，可以啊。发现前面那里好像是有东西，什么张了一个嘴似的，看，哦，是个袋子呀，这是袋子，在沙里的，哦，袋子，啊，哦，看里面是有肉的，开口了，可以啊，是个活的，天太冷了，行，哎，前面这里，哎，还是个袋子，哇，这里还有不少袋子呀，看呀，哎呦。这个稍微小一点，可以，这是个活的。哇，看有袋子了，好几天没捡到袋子了。这前面还有海星，哎，哇，好漂亮的海星，放桶里。哇，前面还有一个，这里的海星也好漂亮哦，还有水草在上面。哎呦，来一个蓝色的。好像是有东西，那里我摸一摸看看吧，这水深不深啊？我今天穿的靴子，好像，哎，是个袋子，下来，哦，出来了，不大的小袋子，可以啊，挺肥的，你看这个肉，啊，上货。这冬天天冷了，海边也不来人了，
哇，底货都是我的。这里还有一个，看还在吐泡泡。哦，这个是壳碎了，是好的吗？这是壳呀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里面有肉的，看到里面的肉也挺肥的。今天晚上回家袋子还可以炒一盘了，你看这个肉还露出来了。可以啊，袋子可以回家炒一盘，带着了。这里看样还是有袋子的，我再找一找。这边这一个，又一个袋子。哦，今天这袋子虽然不大，但是都挺肥的。哇，可以啊，第五个了，好像是袋子。这里有海星哦。漂亮的蓝色海星，可以。前面还有这种是公的，这种颜色是公的海星。哎，这在岸上时间长了都有点发软了。这几个海星回家煮一下，形状还是很漂亮的。这边还有几个，这里都是挺好的，可以，有大的有小的。这个颜色好紫啊，这一个，前面还有这个大石头旁边，这只怎么就是一只小爪呀？就是一只海星的爪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些好的咱们收着，这些都可以。哦，这个就是这个掉的爪呀，海星的恢复能力很强，它可能会自己再长出来。今天去爷爷奶奶家吃饭，我想再买一些熟食，走吧。凉菜，这要马飞。什么呀？我要吃点什么？你选吧。选。给鸡来一份啊。来份鸡。嗯。鸡怎么卖的？28。28一份啊。一斤啊？哦，这样一份几斤的？它这是40块钱的。哦。没事，你选就行了。猪蹄子是吗？我敢说，我这个猪蹄子搁整个蓝山是最好吃的，我是搁砂锅铺的。好，来一个。砂锅铺的不好看，就是。哦，来一个吧。来一个。小海螺。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海肠，这个是那个煎螺，这个是蛏子，这麻辣小海鲜，这是蛏王这种。对，麻辣小海鲜。这种是扇贝肉，麻辣小海鲜哈。对对对。那个是鱿鱼是吧？啊，那是鱿鱼，鱿鱼烧。鱿鱼烧应该不错。好吃太多了，你要多少猪头肉哥？怎么卖呀？那个30，你这么烫烫一叫锃亮。34.8，34。一样来一种尝尝呗。豆沙的甜点的。你跟我一样来一个尝尝吧。拿个这个白的。哦，这黄色的是什么？黄色的是苞米。好吧，没吃过。这十四块钱。这些是多少钱？再看一本。10块。这什么明天？70块钱不行啊？行。没问题，好好好，好了哈，好嘞，走吧我们。不行，现在把它带上来。买了猪爪子和那个猪头肉，买的橙子，晚上吃啊。好。好。给我们来点橙子。橙子。哦。橙子。哎。啊。这不一样，好吧。16吧。啊，16的。包馄饨的。三个包馄饨呢，包完了，包完，够吗？够了，还一小盘儿，哪能拿不吃？对，你这样不就对？你眼皮那说不够吗？咋不够呀？我说够了呀！这那么大盆子是完的，那么大点你要你不是那个什么的，够了呀！我还弄了一些海鲜，哦，还有再炒个溜我吃，那咱们一聊一人260，啊，是不是嘛？把这海鲜。煮出来就可以了，一洗哈，七只蛇，七只蛇呢，这个留给你吃哈，我不吃，哈哈哈，都光糊啊，哎，啊，光糊。这些也差不多，快点上。哦，一煮就行了。好，好开。嗯。
它叫黄瓜，吃红色的。小黄瓜真嫩啊！快走了，来点醋。好，海鲜也好了，蟹子。这爪子，切爪子，这是吃不还没来，没有多少。还有猪肉，还有肚子，嗯，来，再给我做一块，快快，好马口，好马口，是猪头肉吧？他家说他家猪头肉是全南山最好吃的。他说我说那么夸张吗？我说尝尝。看小姑啊，嗯，大碗筷子，大碗筷子，是在看着呢。来吧。喂，这个猪爪子，哇，猪皮哎，再来一块。啊，好麻，我这个没有麻过，尝尝吃饭，能混着，尝尝吃饭。什么？我这里是吃个包子，都吃上哈。嗯，我光开门，里头也没有。嗯，我能吃吃啊。爸爸，你拿着点溜哈，咱喝溜嘛。你快摘了吧，别别你什么？好了，我来弄吧。你也哭不吃了？哦，那点汤都不吃了。不喝，你冻的也别喝了。那咱好久也没回去了哈。我这学半天班，第一天基本上就睡觉。哎。这是第二天。第二天干什么？打球。我们的镜头记录孩子的美丽。第二天也紧着去。然后健健康康的在孩子。现在来我大姑姐家做客，准备吃个饭。现在是晚上了，走吧。我给你发发工资，转现金，这是你推的动物仨。老师，我的。怎么又去拿了？你那个喝完了吗？你看他背的腿真好玩。你怎么又去拿了？我看看你屁股来。哎，喝一个就行了，一会儿还得吃饭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两个舒服的在躺在那看电视，很舒服是吧？对呀。我居然说对呀。小黄花鱼里面放了点辣椒裹的鸡蛋，特别好吃，很鲜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这是我们今天收获的八爪鱼，水烫一下，大家一起吃就行了。哇，一烫就行，少许盐。八爪鱼熟了，我看这个长得看到了，切一下。烫手，烫，还刚出锅的，烫。我们现在把章鱼拌一下，做一下调料，蒜跟醋。酱油、香油少许，尝一个，好吃吗？蒜泥小章鱼，这样好吃。吃个章鱼头，味道怎么样？咸。吃吧，嗯，太棒了，好吃吗？点头。香吗？辣呀，有点辣。媳妇吃的东西真好吃。嗯，太棒了。嗯。
龟，你看。哦，啊。吃龟儿来了，那。我的大姑姐吃完饭了，买了一个双眼皮胶在这里弄，估计她被骗了。一会儿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一会儿等你笑我。吃饭大哥最后一个吃饭，吃个章鱼吧，吃茄子吧，吧。今天我主要负责拍摄，大家平常都说我天天在吃。弹幕吃好吃。为什么不学啊？可以啊，有双眼皮了吗？太乱七八糟了，你看这什么呀？一阵出来一阵不出来是吧？哇，那大双眼皮漂亮啊，去割一个吧。看看双眼皮漂亮，你看大姑漂亮吗？一看就看。不要回避这个话题，你是漂不漂亮？弟弟乔治。豆豆，妈妈漂亮吗？嘿，嘿，嘿，那就太棒了。那就笑一个，笑一个，乔治，笑一个，不好。鉴定完毕吗？完毕了，不行，不能用。我昨天刚吃上饭，然后我大姑姐买的这个双眼皮胶，我试一下，看这个效果好不好？我天天看这个广告，所以我很好奇。我虽然本人有双眼皮，但是我想想，我想弄更深一点的双眼皮，就是那种欧式大平双眼皮，这么深应该够高了吧？一会儿等它干了，试一下。要好的话我也买一个。这个东西有一股刺鼻的味道，它有味道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期待的效果。我感觉差不多了。等了3-5分钟，差不多干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看能不能抽出大双眼皮。哎，差点粘上了。双眼皮变深了啊，发现了没有？成功了耶，有变深吗？跟你那个差不多。是不是第一次操作就是有点浅，有点？但是眨下眼以后它就没有了，还是跟原来一样是吗？这不是没什么效果啊，还是我涂的少了，还是操作有误啊？好像没什么用哎，而且眼皮上弄一些白色的东西，我感觉有点影响美观啊，我感觉不大行啊，这个网红产品不行 ，no。啊，这是一块皮儿，搓去了，这样就搓去了，搓去就可以，不行，不大合适。我们想来大学城这边吃点饭吧，回家做也来不及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找一找。大学城的选择真是太多了，我们刚绕了一圈也不知道吃什么，什么都有。我看这边有个麻辣拌，啊，这边还有个机器人哎，是那个大黄蜂是吗？哎呦，好酷啊！都上锈了，走吧，我们进去看。番茄，这个就跟麻辣烫一样，自己选，跟那个麻辣香锅差不多吗？嗯，自己选就行是吧？你愿意吃什么，大哥？随你便，捡什么我吃什么。行，这个你吃吧。吃。这个是豆腐片是吧？那个，哎，这个是怎么切的？土豆片。土豆片好神奇啊！弄点丸子吧。感觉量不是很大哎，感觉这一份就够我吃似的，剩下大哥怎么办？嗯，之前老是吃那个麻辣烫和那个麻辣香锅，这个麻辣拌第一次吃，有点甜甜的，然后里面有芝麻酱，麻辣的，剩下大哥嘴馋了，嗯。好的，留给你。看大哥刚刚去买了一块煎饼，
新鲜出炉的大煎饼。这个就当菜吧。然后一个主食。好吃。他怀念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也天天吃这些东西。真好。这边消费真的很低，这么大一盘才二十来块钱。我刚剩下那个就是大学同学，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我追着他，因为他个子高，1.83米，6.25米，精确到小数点。我特别矮，我才1.5米。就是想为了改变家族基因，不想再矮了。当时就想找一个个子高的，当时他长得还很好看，140多斤是不是？140多斤又高，长得也好看。现在200多斤，所以他不愿意上镜。大家都说大哥怎么都不露面，因为他不愿意露脸了，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他了。说到这个身高的差，就想起来一个笑话。当时我们拍结婚照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套服装是，我选了一个白色的长纱拖地的，白色的裙子。那时候我特别瘦，才90来斤，结婚之前，刚要准备拍照，我在镜子面前觉得自己哎挺漂亮啊，挺美，在那里照着镜子端详一下。摄像大哥说，那个美女啊，那么说的，新娘子，你穿上高跟鞋过来吧，可以开始了。我瞪着大眼看他说，我已经穿上了，瞬间好尴尬呀。照相大哥，摄影师，瞬间好尴尬呀，我有那么矮吗？我穿上高跟鞋怎么也得1.6米吧。身高矮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痛，是你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的事情。主要也是遗传，我父母就不高，希望找个个子高的能改变我们的下一代吧。